生 Hebe 田馥甄今年适度代言时尚表款，身穿深蓝色长洋装，搭配玫瑰金色的手表，气派登场。正逢今日是七夕情人节，贴心的 Hebe 还帮各位男士想好礼物及卡片的内容，真的是太贴心了。希望有些男生现在还在上班，很着急，晚上要去吃饭，不知道要送什么的。Citizen 的女生表款绝对是所有男生七夕情人节最好的产品，最好的选择，因为。就是，而且你还可以写卡片，就是写说，哦，每一个有你的时刻，我想要就是送你这个表，记录每一个我们在一起的时刻等等之类。你看，我都帮你们想好这些 idea。所以，因为男生常常就是不知道卡片要写什么，然后礼物要送什么，他们都会就是绞尽脑汁。我觉得手表既实用又好看，还有纪念意义，而且有那个盒子这样，当当一打开来，那感觉很棒。而这次演唱会售票系统宕机 ，Hebe 则表示真的很抱歉。宕机？你说我本人现在宕机？售票系统啊？哦，售票系统宕机，造成公司的损失，名誉上的损失吧？没有啦，开玩笑的，就是因为就是造成大家在购票上面的一点点。不方便跟困扰，我们都觉得深感抱歉，然后也已经内部有做检讨了，然后他们也有跟售票系统的单位做了很深入的检讨，所以希望下次不会再造成大家的困扰，然后也谢谢大家这么的支持，真的谢谢大家，辛苦了。ETV 新闻网采访报道。